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香港娱乐圈出了许多极品女星，她们是香港电影中最温柔感性的一抹颜色，或艳丽，或雍容，或性感，或清纯，她们成功塑造了荧幕中的经典形象，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于惊艳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香港女星，她是港姐冠军杨宝玲，曾经被前夫爆料一周十次，经历了两次婚变后才嫁给初恋。我们内地对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陌生，但是在香港几乎人人都认识她，因为她在香港小姐中的地位真的无人能及。当年她在港姐舞台与李美凤和林颖贤共同竞选，但是她却十分幸运地被选中成为了冠军，并获封亚洲皇后。后来他又代表香港参加环球小姐，得了第五名。再度回归香港后，他便在娱乐圈爆红，进入了娱乐圈。他的资源可谓是源源不断，十分的威风。杨宝玲的家境优越，母亲又是香港著名的明星，他入娱乐圈后便开始拍戏，合作的全都是大腕明星。而且和无限签下了三年的合约。他先是出演了大都会的演出，一边在无限主持节目，一边拍电影，首部电影就是合作影帝梁家辉，后来合作成龙拍摄了《飞龙猛将》。杨宝玲选完港姐直接被派去了汉城的奥运会前线，后来他也没有继续留在娱乐圈，而是改行去了珠宝行业做生意。1991年他自掏腰包投资珠宝行业，后来还找到了前亚姐冠军翁虹为品牌拍广告，两人就相识成了朋友。97年翁虹被踢出珠宝广告，后来只剩下杨宝玲一个人独担大旗。同年杨宝玲被揭发和新加坡创作歌手陈荣森密婚，三年后两人离婚。杨宝玲也没有预料到的是，前夫离婚后大爆他们的闺中密室，前夫趁杨宝玲需求太多，一周要十次。后来杨宝玲苦恼了很久这件事。98年又传出翁虹退出了董事局，两人关系彻底崩了。97年和前夫离婚，五年之后杨宝玲又结识了赌场高层男友 Nelson Wang， 两人结婚后定居美国，02年结婚，14年两人又离婚。后来2016年他又重遇初恋英国籍情人 Gus， 那年他49岁。如今两年过了，杨宝玲也已经试过了半百的女人了。女人只要爱对了靠谱的人，就能活出自己。